管是生日、情人节，甚至是求婚，你都可以来到这里 Paris Duwine。 Oh my dear Vivian, will you marry me? No, you are not my kind of wine. No, Vivian, don't go. 红酒和白酒分成很多种，不同的葡萄和产地都会影响酒的口感以及味道。偷偷告诉你，这里红酒 take away 还有30%折扣。再来告诉你们一个小知识，就是红酒开了以后只可以存3天而已哦，不然味道会跑掉哦。等我。哇，你看这里还有卖很多种类的 cheese， 和你说这些 cheese 配红酒超棒的。对，这些 cheese 都来自哪里的？这些 cheese 也来自希腊、美国、荷兰、纽西兰、芬兰。有什么分别？哎，这些高档的东西你不会知道的啦。去我刺多多，肥死你啊！就不管我，嫁不出。作为一个成功的红酒大师，无论是花式调酒还是装逼逼，绝对都难不倒我。今天我向大家推荐这一杯 Ryan Tempranillo 给大家品尝品尝。哇，口感顺滑，红红的，超好喝。喂，怎么在这里？我都还没有讲你啊，在这边装什么大师？人家真正的大师在那边。其实喝这杯酒真正名字是 Dryland Tempranillo。哦，嗯。Dryland Tempranillo。我念错。Thank you。没有想到今天还可以在这边当个贵妇，品品红酒，还要是来自意大利的 Ormar。哇，我只有觉得太幸福了。这味道应该平常人都可以接受哦。哇塞，这个就是限量2009年的 Chateau 哎，大部分人都买来收藏为主，没想到我今天在这里还能喝得到。在你们喝红酒的同时，给你们介绍本店的 cheese plate， 这里有不同的 cheese， 可是我特别推荐这个白色的 feta cheese， 它会比较软而且入口即化。然后这里搭配着不同的饼干和水果，为了让你吃进去的时候有不同的口感。同时这里还有另外一瓶全球限量只有12支的 Chateau 89年，全球只剩下12瓶，而这里是12瓶的其中一瓶。雪茄哪里来的？这种高档的地方有一根雪茄很出奇吗？你有雪茄，我有雪糕，很出奇吗？这时候吃着这么冷的薄荷味的雪糕，好幸福哦！还有草莓味，还有巧克力味，还有蓝莓味，还有很多很多味道，想吃吗？想，求我啊！一口。你就想啊，不要吃，一口给我一口。